偷得咁放肆？你哋嘅一举一动已经被人录低晒啦。要提防爆窃，就要安装闭路电视，仲要确保运作良好。大家亦要保持警惕，怀疑有罪案发生，要立即报警。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，以助警方搜证。做好保安措施，贼人自然无所遁形。提防爆窃，安装闭路电视。